主席在南新华电路站十二号举办了一场社区岁末的祝贺感恩会，岁末的祝贺在师傅的这传领之下，为台湾来送金祝贺，同时透过了影片的方式，再来着正言法师为大家的岁末祝贺感恩礼。五谷杂粮嘛，就是呢，身体的健康，这是我天天呢都在提起。可怜台湾虽然真小，但是。爱的力量是这么大，这就是大家人有这份爱心，所以咱今仔日大家人一点一滴的爱心，会当送到全世界去。这场配合着社区的岁末祝贺感恩会，特别强调着喜庆甲增加社区的美善活动。前化站的这个广场除了有这个石鼓、甲太极拳、甲魔术的这个表演之外，现场阁有这个素食的这个推广市集、甲环保的相关活动。咱这次无同款的岁末祝贺，就是这个伫台场，除非咱增加师傅啊，这个德新师傅甲。德庆师傅啊，来甲咱会场这个发福会红包，以外，还佫外口面咱也增加真济闹热的趣味活动安尼。另外，一个单位是相当的特别，是台南市的南科消防队支援两台消防车，佮小型的这个警察机车来到着现场。即摆吸引真济民众来翕相做体验，伊活动现场更加有这写着春联的这活动，整个活动予民众感觉相当温馨欢乐。南天新闻台以下生活采访报道。